我时间通常都是往外跑会比较多，可能因为紫外线暴晒的问题。4年前我才发现到，哇，自己的皮肤开始下垂，尤其是在这一个部分最严重，就是我的雀斑啊，我的两个脸颊的雀斑，所以就开始很紧张很担心。刚好MV 就给我一个 call， 所以我听到哇，自己有胶原蛋白哦，所以就想到哎，都可以解决我刚才所说的那一些问题。一开始呢，我只是单单喝那个胶原蛋白汤，因为要尝试一下它的味道，喝的时候还有那种黄梨的 fruit juice 的味道。到了第4天呢，我就开始掺在果丁一起喝，每一天早上都在喝，喝了3个星期。3个星期后，我们就真的是看到很大的改变，不是我自己讲，是别人通过家里跟朋友来告诉我，哎，你的脸很亮了，过我才自己发现黑色素也淡化了，然后我的皮肤也紧实了，然后那个脸变 V shape。 OK， 我觉得美其实是来自自己的自信心，当你有信心的时候，你就会很容易去跟人家分享，也会分享到很自然。